泉州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真多的博物馆。而泉州博物馆搁较是全面的展示着泉州历史文化发展甲变迁，伊也是泉州最大的综合博物馆。1985年伫个海内外出名的泉州文庙古建筑当中成立。随着文庙伫个2001年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后，2005年迁到伫个泉州清源山脚的新址。一座具有闽南风格的雄伟建筑，以泉州历史为主线，为远古时期的深湖古树那位置讲起，一直到家东方第一大港鼎盛秀丽，铺设了泉州蔚蓝色的历史篇章。阮这博物馆内面呢，收藏交典史。研究泉州的历史，啊，有考古的资料，有民间收集的这款各个时期的重要的珍贵文物。泉州博物馆馆藏非常的丰富，超过7000件的文物收藏，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有4件，在真多泉州精品的文物当中。永春雅集图，会用咧讲是镇馆之宝。啊，李公帝当年我倒来安徽省亲的时阵，由咱啊福建省啊著名的一个画师张伯苓画的这个永春雅集图，阮这个馆的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永春雅集图，康熙49年，也就是1710年所创作，是怀德官本为更，宽39厘米，长度有7.29米，为心的部分有2.49米。伊是一百以人物为主，横林景观为辅的精致性的人物位，表现文人雅士。由于横中淡情琴棋书位的高雅之处，因为李公帝号永春，所以将伊称作为永春雅集图。这是目前仅存在的以李公帝为首的郡县图，为李公帝研究又增加了一件真有价值的文物资料。内边的遮呢，就是反映了当时李公帝伫安徽家庭生活的这乡里的这个场景。后头这个乡里是伊的这个生活的遮建筑啊、街路啊、美好也好的这个场所。啊，这伊倒来作为说咱啊清初康熙、雍正年间的这个一品大学士，所以说伊的整个人的。啊，这个品味宜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在这个图里面都可以进行比较好的解读。伊的整个当时一带，这个小山啊、树啊、园林啊，跩呢，在这幅画里面呢，啊，进行了充分的解绘出来。由这张图来看，当时的这个芋头的这个风貌呢。位内面为正平到倒平，总共有李公帝甲伊的亲戚朋友雅集时阵的7个场景。位中的人物22个人，光波对波当中有名有姓的有17个，其他的是书童甲侍从。位内面的人有的坐掉，有的徛掉，有的侧身，有的吟诗，有的咧弹琴。有的在散步，也是在行棋，从上受到穿插在地方，一副和谐雅趣的场面。为光的道平地官帽穿蓝袍，坐在茶椅子上面的，正是主人公李公帝。伊目光慈爱，正在爱护着手提莲花的小姑娘。这是李公帝查某孙国姑，
胃内面有李公的亲人，有李公的得意门生，因来到永春书屋，你做什么呢？第一代论经义政，关注时政，极度失败，传承道义。有一件咱在乡贤朋友就去拜访伊，拜访伊了呢，内边呢就是弹琴啊，啊、哦，这个念笛啊，也是反映了这个李公的这款亲民廉政的这个为官的这款精神面貌。永春书屋迎来上翁了偌侪学者。无情可查，但是历史会记得迄一日，李公帝回家省亲，请了亲戚朋友相约伫个永春上住，无精明灯饰，无酒池肉林，因抚琴听音，品茗朴逸，也无人恭维李公帝是一个大官，一切拢是非常的平实。人家憧憬天波的静秋，加暗浓浓的清秋，分连一体。永春雅集图呢，是一幅伫咧芋头民间收藏的比较珍贵的这款画笛。为清朝初期为作完成，经历社会变迁甲动乱，却一直会当完全的保存到现在。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这300多年为作，伫个芋头的民间，一直真无简单的留存掉。为李公的子孙之间，各到家转交予远方的亲戚。阮泉州市博物馆呢，伫2007年啊，这个了解了这个信息啊，经过多方的做这款工作啊，交因沟通啊，最后呢啊，得到因的延亲的。肯定，所以咱这幅画，使咱泉州呢，和咱泉州的在市民啊，和咱的在观众啊，要看，尤其是因芋头市里的在河林呢，所以若要看呢，咱来泉州博物馆较近。在馆内3楼的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当中，更加是打造了永春雅集图古柏动态的围墙。家当的仙鹤，无停的流水声，加鸟仔的叫声，配以动态的人物动作，规北位好亲像挖起来相款，创造性的将体感互动的设备运用到灯光当中，和观众甲画面互动起来。泉州真长的历史当中，名人辈出，在民间也出现了真多大师。在博物馆北边的泉州南音戏曲艺术陈列馆当中，展示着20多个活灵活现的木偶头，因承载着泉州民间艺人手艺的巅峰。这是被国际友人称为木偶之父。木偶头雕刻大师江家嫂的作品，伊的作品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伊的这个雕刻呢，也留予咱民间呢，就他伊的这精艺的数量呢，就比较多。当然在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精品要留来呢，也是比较少的，无真多。所以在阮博物馆呢，有收集到20多个伊雕刻的木偶头。江家嫂出世伫个1871年，泉州人。伊个老爸是雕刻粉彩木偶头像个民间艺人。11岁时阵，就为因老爸迄代学习着木偶雕刻个手艺。伊唔是说，我家己是我祖传个，哦，别人个我无管呢，哦，伊是。从别人会晓雕的手法去别位过来学习别人更加好的物件。江家嫂的老爸在伊18岁时阵就破病过身了。迄个时阵，伊甲阿兄为了生活，
更加努力钻研甲精进木偶雕刻技术，已经详细心地观察各类人物的特征，并且对其他无相流派的雕刻风格进行对照参考，创造性地改造了千篇一律的传统木偶造型。伊也刻了规个这款历史故事的在人的这款心理伊的面貌伊的情绪，整整这款对这个人的对这个戏当中的人物表现呢，都进行了这个深入的解读了，再去社会顶去看说这款人物情况的人，伊的表现形式是怎，然后再对伊倒下再来进行细致的雕刻。深刻剖析古典木偶面谱规律，总结出面部形象的美、丑、忠、贤、武特征，又伫个喜怒哀乐等表情顶面，加以盖棺夸张甲变形，拢伫个五行三骨顶面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并且依据对面部骨骼甲肌肉结构的理解。甲袂叮当的四个木偶头像变作为会叮当的我的木偶头，模仿的真相画灵画现。这波德戏当中的对这个人物的这个发现包括伊的个性头角小身再个伊的对人的这款观察呢比较细致，所以说伊雕出来一件人物造型呢，就也经典，伊的这款木个头呢，有的嘴腔会叮当，目睭会亮，甚至这款呢，就是伊雕刻当中的伊的这款特色。1954年江家造继承以后，伊的遗作，予人看作是国宝。江家造木偶头雕刻技艺，在2008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为咱留了一份非常珍贵的艺术财富。泉州博物馆除了文物的收藏、展示和研究以外，也组建了一队考古队，专门负责整个泉州市区域内的考古发掘。馆内有不少的藏品，就是这队考古队发掘出来的。其中展出的一挂破碎的废片，就是考古队非常重要的成果。阮2014年到2017年进行的这个下乡原石池有机的考古发掘呢，这个是载入咱泉州市考古的这个史册的，就是重要的这款考古活动啊。这翠灰片是原始青灰，伊是为德向回过渡时期的产物。出现伫个大约3000年前的上代，伊甲刀器虽然已经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伫个烧造的工艺顶面，甲真正的灰器相比，啊有一定的原始性，所以被称为原始青灰。原始青灰伫个咱国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拢有发现。而考古发现原始青灰甲生产油脂最为集中的就是浙江地区。在这个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最发现到一条信息，发现到一个在原始青瓷的这款灰片。2007年的10月份，陈建中馆长就带泉州市考古队的人照这个线索去找，在德惠一个村庄内面，伊去问当地的农民是伫个倒落发现的。夹脆片，经过盘山过岭，到达德惠甲永春交界的山区，车就完全的无办法前进啦，只好找老乡来帮忙。一路开山破土，伫个辽甸尖山的头前，发现了一片红土地。就伫这块散落真多的脆灰片，啥人也无去想到。这灰片竟然会当伫个随后的10年内面，成为中国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通过进一步的采集，除了这个山头，附近的几个山头也有发现烧窑的窑疤。经过几年的工作的这个准备交资料的分析，了呢，阮伫2014年呢，十月呢就开始对这个廖残尖的有机的所在进行发掘。就2015年，国家文革佫批准，阮佫再去掘，伫另外一个所在，永春这个地廖残尖山的地界外这个范围内边的一个另外一个点叫苦节坑。到现在已经发现九座窑炉遗迹，发掘出大量的刀灰器的标本。出土物当中，绝大部分是原始灰甲窑具。通过采集的碳粒样本进行碳十四年代的测定，结果显示，这两位窑址的年代是离现在3400多年到3700多年的夏朝中后期甲商代中期。此前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窑址是浙江湖州飘山窑址，时代会当追溯到夏晚期。离永春苦节坑原始灰窑址的发现，将中国烧制原始青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年。第2017年，阮送啊到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评委会的筹备组了，将这资料送到位了，经过全国的在考古资深考古专家的这个评审了，进入了2016年度。这个全国的10大考古新发现，以当时的排位呢是排到第四位了。永春苦节坑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个项目呢，是载入咱泉州考古史顶的一款重要的这个成绩重要成绩。泉州为原始青灰开始不断的发展，到鼎盛时期大量的远销海外。在馆内也展示着不少的泉州外销的废器，特别在馆内的另外一边有沉船背景下面的青灰灰碗，这个故事是真有来头的。那就是引起了全世界关注的太行河沉船打捞事件。这只满载着货物的货船，为避免海盗抢劫，不幸的触礁沉落去。时间过了要到200年以后被打捞出海，这批废弃拢是出自闽南的窑口。当年呢，2002年呢，我也有去印尼去看迄个所在迄只太行河沉船呢是一只牙大的一只船，这只船呢伫这个哈切澳大利亚这个帕劳中心的这哈切去个河起了。这个有这个30几万件呢，退去德国的斯图加特，迄搭就伫咧拍卖因为量太大，所以了这只船伫咧发掘，就拍卖就这个轰动世界。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泉州窑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泉州境内的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惠。一四季摇曳照天，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大宗的商品。泉州是当地大港，所以说迄个当时的时阵，有一套完整的民间交官官方的这款管理制度所以说也促进了经商的兴起，也促进了贸易的这航线的形成。这青灰灰器是清朝德惠窑当中数量上多、上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德惠窑窑下青灰灰在明代就开始生产，到了清代已经成熟，并且出污精美，灰灰展出遍布，气不转身。但是各展出纹饰往往用鲜纹混结。同时以鲜纹分界突出纹饰，内容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
主要是大家人非常喜爱的食物、动物、人物、文字，充满了民间生动的生活情趣加乡土气息，形成了德惠民谣青花朴实无华的民谣艺术风格，体现了不输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我当时去的时候，最是交这个台湾的这个水的高雄的提供商啊去，所以说当时去呢，带了从迄个采集了啊，带了四百几件啊，这个挖出来，从迄批物件呢载倒来啊，载倒来了呢，德惠呢留两百外件啊，这个泉州呢张经营做是最好也。两百外件塞到这个泉州博物馆了。因为被盗掘，打捞起来的六十五万件的品相，一般的骨灰卡脆，丢入海内。最后在拍卖会上，大家人敢那会当看到三十五万件中国的废弃啦。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说，和咱泉州博物馆骨壳感觉说，最也考古的这款。重要性啊，所以说文博馆呢也成立一个专业考古研究中心啊，这样子来做呢，我们培养一个人才。这珍存骨灰经过了真多磨难，也最终顺利的回归故里。也唔过，因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进一步证明泉州清代青花灰的生产甲外销达到了全盛时期。德惠青花灰用伊特有的艺术魅力，对中华文化交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泉州博物馆为发掘甲收藏，搁较研究珍藏的泉州宝藏，每一个拢体现着泉州人民智慧的结晶。来来去去，伫个每一个布店甲展品当中。好亲像亲身处伫个一摆又搁一摆的历史故事当中，开启一段奇幻泉州历史的长路，去感受这奇幻的博物馆。